有豆荚5块钱一斤，挺便宜的，不过挺压秤啊，这些玩意儿7.4块呢，真压秤。真这么回事，一圈没着头，100块钱就没了，毛死了。我和大姐边走道边自己自言自语说，我这100块钱还没走到头呢，没了。钱是毛，主要是水果啥可贵了，你要是买点水果，青菜挑便宜的买还可以，要是买点水果真是太贵了。现在早晨5:40，然后先信接早市的现状。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奋斗荣姐。我告诉你，这嘎有点缝，你看这缝，是你媳妇的事儿，我给你堵上它。我告诉你咋堵。塑料、瓷砖、玻璃、木头、金银铜铁，胶各种鞋，万能胶来手中拿，咱想叫啥就叫啥啊。一针就来，别着急。交个3合板了，5合板了，什么有机玻璃塑料管了，交个塑料桶来，塑料筐了，什么小孩玩具小手枪了，就能交里了，能交外了，再交完里再交外带啊。你看那红红水的浪打浪，咱们产品不一样啊，真机不怕用火炼，来现场咱敢做实验啊。你看西瓜真好看，西瓜怎么卖呀大姐？你看那个2.5块啊，都2.5块吗？那个3.5块，那这个3.5块啊，3.5块，我也来一块。这个吧，拿吧，好，3.5块是吧？对，麒麟照本卖了，就这些卖没不卖了。为啥？为啥呀？不挣钱了。你看麒麟拿啊，上就3块多，3.34块，14.3块。好嘞。卖太慢了，我就卖没得了，这个。现在卖没了，我就卖那一件。来，嘎嘎听啊，麒麟照本了，14.3块。啊，现在就西瓜还便宜点，别的水果更贵。对。就西瓜最近，就西瓜还能吃得起。原来它主要是便宜，啊，是没有钱，谁6-7块钱的水果谁能吃起？嗯，疫情3年都回到解放前呢。哎，人家更那啥的，投资多的，大刮嚓一下就完了。但有真正有真正有钱的也没受啥影响。你有钱的不受影响。对，就咱们中下层，尤其是下层穷人。对，受影响太深了。再就是啥呢？再就啥样人呢？这就是这点钱刮头里了，疫情来了，完了。对，来嘎嘎天来。划不过来。对，呀妈，这是各种苗啊。苗。完了就搁家里养啊。对。养就是结柿子。对。这是这多少钱一？这是辣椒，对，吃饭是一样的。这多少钱一盒啊？好养不？哎呀。可养了，1块钱一只。这人真多，咱过去看一眼。哎呀，这大羊啊，这羊腿咋卖呀？27，卖的便宜。有的要上红头街市场去买一个。羊排呢？28，真便宜。10块钱，来谁的？这大油豆15块钱咋卖呀？大油豆5块钱，我就开价卖。我今天开5块，我就卖5块。啊，大耳朵我这儿，大耳朵随便挑，来，随便挑，来。什么收？你收？啊，随便收啊，随便收，别挑啊。你好，毛豆多少钱呀？6块钱。嗯，这个笋呢？18一斤。哎呀，这个可好吃了，但是太贵了。说完了，咱今天，哎呀妈，毛豆人，今天人稍微多一些，可热了，这不太阳又上来了。好了，蓉姐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，感谢您收看蓉姐的视频，我们明天见。